看看肉多少钱。这肉怎么卖？这八块这个，八又十一，这个八块，这个十块。啊、哦、啊、哦，小肘子多钱？肘子前后都八块啊，后肘去骨的。哎，排骨多钱呀、啊？排骨十六。你好，这小狮子多钱呀？小狮子十五啊。哎呦。嗯，今天小狮子贵呀、啊。太贵了。嗯。那草莓呢？草莓十块。哎呀妈，这小狮子真贵。但是小狮子甜呢，你要要你就自己装。我不行，太贵。嗯、先尝不少呀。现在才5:20，天大亮了。今天比昨天暖和3度。昨天暖和，这3度感觉暖和不少。昨天都冻手冻脚。那晚时间长了，我刚才看点了，每天是5:40，天刚蒙蒙亮，今天是5:20，应该是天大亮了，天长了，到市场了，下去看看多少钱啊？这第一天刚来你们也不知道，你说五升就摆上，摆着吧，咱这也行，行，在这也行，摆着吧，2号50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么贵呀、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奋斗蓉姐。今天蓉姐来到了南岗，这是连布街的早市，也叫李范武的早市啊。号也挺贵啊，现在是便宜的，咱2个号50块钱，加上油钱70块钱，比较忐忑。今天周五，没办法上一个稍微贵点的市场。能卖点，看能不能卖点，因为现在的市场最便宜的2号也得30块钱，很贵的啊！哎呀，有的时候也真出不来。好了，咱现在去上市场里面看看啊。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，现在是李范武花园的现状，人不多啊。天也是冷，再加上疫情，这块人多。看看啊，凑热闹。妈呀！都1.5块啊，5件5万啊，啊买5样啊，一样走，一样走啊，这有柿子1.5块，看这1.5块每次都渴了，可快了。那边还有啥呀？那边都在那挑啥呢？这有生菜、辣椒、蒜苔、油菜，那边是菠菜，咱俩1.5块，还有茄子。这一帮人干啥呢？浩浩荡荡的啊！中国移动免费升级啊！对，它是有免费蓝牙耳机，是这样子的。对，嗯，然后给升级免费。不是，4G升5G，看点车来。啊，4G升5G花钱吗？不花钱，这流量不够用的话，你可以办一个感恩活动，只要你符合这标准的，就可以送个蓝牙耳机。啊，现在的早市的情况就是什么什么都不好卖。真是什么什么都不好卖。刚才从那走，有个卖柿子和草莓的，还说呢，我这干点啥呀？不想干了也。说看看找个班上，有打工啥的，挣太少，不花。这买卖现在是太萧条了。你说这一晃，是不是一年又过去小半年了？马上来到清明了，清明过去离五一还远呢。这是卤料包，一个人一包，10块钱16包。多少钱一个？1块钱，来俩萝卜。是呀、啊，7:30就让咱散了。哎呀妈呦，就跟头把是刚才把肺弄出来了。真正买货的才来是老弟。刚来吧，刚来人。哎呀妈，你说现在哪有好市场啊？都死贵的，把撵的贼早，我都愁死了。不如上护猪场那儿。护猪场好，我昨天挂的慢到9点。对，而且费用没那么大。嗯，锅炉厂现在算是好，人性化比较好。挺好，嗯，锅炉厂一般也是办的慢，有时吧不严实就9点，9点、啊，费用没那么大。这家各个市场真黑。哎呀妈呀，跟头把式收了。刚才那卖花椒面的说收，跟那个管理员说这个收太早，费用还没出来呢。这7:40开喊的，上人7:30开上的。刚刚开始上人，就真正买货的7:30才来，你听他能出费吗？然后那领导他在那块说呢，领导刚正好过来，那领导说呢，你下次你就别来了，那就嫌贵嫌收的早你就别来，多牛啊！也是没毛病，这话你嫌贵嫌收的早你就别来呗，劳苦大众多，出摊的多，你不出他还出，所以他心里都有数。哎，没办法，干吧，咋整？
好了，蓉姐就和大家今天分享这些，喜欢蓉姐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明天见。